朋友们，我们今天来开这个 PTCJ S12A 的黄金盒啊！他们漂洋过海从日本寄过来，花了半个月的时间。这次 S12A 的黄金盒卡池非常的大啊，包括它还出了一种新罕度 SAR。那我们这次也是希望可以开出猪贝或者小菊儿，要不然就是我们的宝藏包啊！这一盒里边其实是有10包，还是一包非常厚，金灿灿的感觉真的很好。哎，RRR 的喜翠大剑鬼和一张 AR 的加勒尔极冻鸟。第二包，哎，怎么第一张就？哎，他是，哎，他怎么？他有好多！哎呀，这是宝藏包吗？这算是？朋友们，我们这一包就有5张 SAR，SAR 的炎帝，SAR 的喜翠索隆亚克，SAR 的菜种，SAR 的龙王蝎和布里威姆，以及4张 AR，这是不是算是宝藏包啊？这就应该是我们这包的高罕了吧？哦，我傻眼了，这个第一包就这么多张 SAR 吗？第三包 RRR 的杰拉奥拉 VMAX，然后第四包起源帕鲁奇亚的 V，那我觉得这盒没东西了。盖诺塞克特的 V，下一包 RRR 的阿尔宙斯 V Star。下一包，我靠，一张 SR 的火能量，还有一张我们的水军的 V。第一盒的最后两包是一张盾狗的 V 和一张布利姆温的 VMAX。可以啊，那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二盒。第一包，今天我是留了一个妹妹头，杰拉奥拉的 VMAX，一张光辉无极泰纳的 K 闪啊。好了，我们第二包啊，我们的雷吉奇卡斯的 V Star，后面就跟着他的小闪卡。第三包，RR 的裂空座。第四包，我们 RR 的炎帝。第五包，一张 AR 的电击魔兽和一张这个 SAR 的胡帕。哎呀，又是我们的这个喜翠大剑鬼。下一包，猪贝你在哪儿啊？难道我要去收一张吗？呸，我不能收。我们 AR 的七七青鸟啊，再下一包。哎，你们可以看到我已经从啊 ，no。我比较不想要的一张，不是妹卡，但是还是画的很好看的一张 SAR。最后两包啊。哎，一张 SR 的能量，这包颓了。如果有 SR 的能量，应该就是没有 SR 的人物了啊，颓了。没关系，架不住超能力啊。我们第三盒10包，第一包我已经不用剪刀了。RR 的毒蝎王，第二包，哎，他这包也是无极泰纳，哎，一个我们喜翠的顽皮蛋，他甚至都不给我一个异色的喷火龙的 K 闪。完了啊！SR 的超能，哎不，这张 RR 的怪力还蛮帅的。第四包，一张 AR 的自爆磁怪，好颓啊！哎，又是裂空座。第三盒第六包，啊，我们超梦的 RR 很帅。第七包，它怎么会飞？然后我们一张雷公，所以剩下三包里一定会有一张好货，应该是张 SAR。啊，不错啊。这张蛮多人喜欢的，一张我们这个 SAR 的杰拉奥拉啊，这张是很帅的，一个大头的。还有两包啊，没有小菊儿，没有猪贝，水军，第三盒最后一包，而且这几盒还是我高价买来的，就很气啊。结束，第三盒颓了。我们的最后一盒啊，所有的希望啊，我们第一包，哎呦，一张怪力的 V，我好喜欢怪力。第二包，哎，加勒尔地区的这个火焰鸟。第三包，今天这个，哎呀，能量啊，SR 的能量啊，那我们这包应该也是没有 SR 的训练师卡了，就只能赌 SAR 那张会不会是我们的猪贝。我们 RRR 的喜翠索隆亚克，我们第五包，哎，我们的夜衣部的 V，这次其实是有冰衣部和夜衣部两张 SAR 的，但我不想要，我想要猪贝。我们 RRR 的梦幻啊，下一包。我是一张 SR 的训练师卡没出啊，哎，什么呀，这都是 AR 的化疗环环，还有三包啊，这次视频花了我将近3000块钱，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，我们血亏了至少2000多吧。啊，谁要你啊，谁要神助王啊。哎，倒数第二包啊，嗯，不是吧， SAR 的布利姆温，这盒就这么结束了吗？我们最后一道啊，不是吧，这就结束了吗？这也太颓了吧，这不合理啊，基本上是什么贵的卡都没有开到。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这样，如果大家很喜欢今天这期视频的话呢，希望大家赶紧把点赞点到1000，那我们立刻更新再战 S12A 的视频。太废了，大家拜拜。